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一轮第六场，麻烦十号，啊，十号以及二十五号，啊，十号以及二十五号两位选手，请上来准备。哦，我们还有专人马杀鸡啊！啊，这是啊非常特殊的加油打气的方式啊！哎，通常啊，有人啊在你坐着驾驶座的时候，从你后面把手伸出来，那可能是抢劫。好，我们今天到了第六场。那由于我们今天有24位选手啊，那要取前四名的缘故，我们预计也是比24场啊，也是比24场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等到全部啊，全部的选手都比完过一次啊，都至少比过一次，也就是那个种子赛啊，种子赛都比完了之后呢，哦，我们就会进行一个中场休息，可能约十分钟啊，五分钟或十分钟不等。啊，五分钟、十分钟不等的啊，中场休息。开始了，我们这边是啊直播下播大会今天第六场的比赛。我们这边由左台取到了一个领先局面啊，这第一个弯道啊，很安稳的过去了。但这里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的差距。哦，不晓得是因为玩起步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。但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这个差距已经被拉回来了，而且似乎有越拉越远的趋势吗？有啊，抓到了对方的车屁股。看起来还在一个可以追到的哦范围里面。哦，有一个很稳定的路线过了这个弯，但是似乎车尾有一点点擦撞，被追上来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压住了自己的名次，但是他似乎有常想从右边超越，而且也超越过去了，压住了第一名啊，但尝试从左边超越的右台啊，再一次把名次抢了回来。相当的稳定，右边看起来
想要把他啊胜利的局势稍微拉大，跟刚刚好像有造成了一点点的擦撞，保持距离拉近了。黄德胜把对方压住，但是对方啊从左边这样招出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又压了回来。还剩下最后的0.4公里，400公尺的距离。补贴的车身看起来是没有压到，有打算压到吧？最后超出了，由左边啊突出，在最后的200-300公尺的范围里面啊反败为胜。我们恭喜左台啊，请赢家稍微报上一下你的编号，谢谢。南村先生，你的编号谢谢。10号，好，我们恭喜10号拿下了这一局的胜利。